於一個視障人士嚟講，社會大眾都係覺得佢能力比較低，需要幫手。即係視障人士都可以同其他人一樣，唔單止有人幫，亦都可以幫翻人。我係好識得關心人啦，同埋係好中意幫人。我哋學校第一位的 SM 學生，亦都是我哋學校唯一一個視障學生。阿俊卿啊，其實我知道你初咧就冇視障嘅，咁其後咧就有視障嘅問題啦。咁當中其實你嘅心路歷程係點樣樣噶？其實我是小學五年班才開始有視障的，以前就一直都看得很清楚啦。剛剛開始有視障的時候呢，就其實是不懂得不開心啦，是由媽咪看到我點解看電腦要咁近去看的呢，就帶我去 check 下有冇近視啦。其實都是 check 到咦幾十度一百度啫喎，應該未去到看得咁朦喎。咁就轉介咗去睇眼科醫生先至發覺，咦原來有視障呢個問題。其實都唔知咩事，好似發咗場夢咁，都唔識得唔開心或者沮喪。到日後即係眼科醫生慢慢發覺係嚴重啦，同埋都穩定咗啦。點解日日瞓醒都仲係睇嘢咁朦嘅咧？先至開始擔心呢個問題會造成啲咩影響。仲記得俊卿喺中一啱啱入到嚟學校嘅時候。一開頭，我哋全班同學進行自我介紹，每堂我都有啲擔心啊，究竟佢點樣介紹自己呢？介紹自己嘅時候，立即同同學講，佢係睇嘢方面咧睇得唔係咁清楚，係一個視障嘅學生。咁希望咧喺嚟緊呢一年同其他同學咧相處咧都可以互相幫助。咁就我哋係真係摸住石頭過河噶。咁好彩就當其時咧，就心光係有位志願老師過嚟學校嘅，就每個星期咧就會訪下啦。咁就會係同我哋係溝通啦，亦都會見下俊卿嘅。就咧，我哋學校咧，即係我哋對於學生嚟講咧，如果有學生，譬如有一個學生佢有啲咩嘅問題，我哋會衡量一下咧，佢嘅問題本身係咪一個全體學生可能都面對嘅問題，我哋就已經會做一啲咧係應變嘅功夫。咁其實對於特殊教育需要嘅學生咧，咁因為佢係講明佢係特殊教育嘅需要，咁所以咧，我哋對於佢哋更加係要有一個特殊嘅處理。我哋都諗過會唔會咧係即係對其他學生產生唔公平，但係實際上咧係唔會嘅，因為特殊教育需要嘅學生，佢同普通學生係有唔同嘅需要，所以我哋都係會就住佢哋嗰啲情況咧係特別去照顧嘅。就特殊需要教育的學生咧，其實佢哋本身會面對一定佢自己嗰個學習嘅困難同局限性，但係咧本質上嚟講咧，其實如果提供到一個足夠同埋適切嗰個支援咧，其實咧啲同學一樣可以咧獲得一個公平平等嗰個教育機會咧，可以發揮潛能。家長嗰方面其實佢亦都俾咗好大嘅自由度同埋信任我啦，例如佢即係唔會太過擔心我出街啦。做啲乜嘢啦？例如佢係可以信任我，或者俾自由我去參加一啲街舞嘅活動啦，或者亦都係買一啲放大機啊、放大鏡，其實亦都係無形中咁樣幫緊我一啲學習咁樣嘅。我哋會睇翻就，其實家校合作都好緊要啊。喺阿俊卿一入到嚟我學校嘅時候咧，家長已經係主動嚟我學校啦，會同我哋見面啦、溝通啦，咁好積極咁咧，話俾我哋聽就阿俊卿個情況啦，咁學校可以留意啲乜啦，可以喺邊方面去幫到佢啦。咁佢一啲都唔介意老師同埋同學知道阿俊卿個特殊教育需要，咁我覺得呢樣嘢好好，佢對學校係好有信心，係俾我哋係盡力去互相幫助支援阿俊卿嘅。大約中二開始跳呢個街舞啦 ，break dance 啦，咁即係可能呢樣嘢就係家長有幫到我先啦，起碼即係佢唔會話太過反對啦，即係都偏向支持我去做呢一樣嘢嘅，因為佢覺得即係視障都會有佢嘅興趣，亦都即係需要發展佢嘅興趣啦。咁到中二嘅時候咧，佢就
開始發現自己就好中意跳街舞啦，咁就就去學跳街舞，咁佢自己學咗之後咧，佢係將呢一樣嘢帶翻嚟學校，咁佢咧就會係我哋每年學校都會有一個聖誕嘅才藝比賽，佢就會係幫幫手咧就同同學編舞啦，教同學舞步啦，咁去參加比賽，咁咧到最後咧佢一班都贏咗。其實我同杜俊興由小學細細個就已經開始識嘅，咁細細個嘅時候我哋就開始一齊玩，就已經好融洽啦。一直到中學，我哋依然都好好朋友。咁其實佢一路以嚟，我睇住佢嘅變化，對我嘅啟發亦都好大。咁一開始咧識俊興就係初中啦，咁嗰陣時同佢都係普通同學咁樣，可能玩下傾下偈有嘅。咁到到高中啦，我哋開始慢慢接觸多咗啊，可能又坐佢隔離咁樣幫下佢手抄下筆記啊咁樣。然之後喺佢嘅學習過程之中都見到其實佢係好堅毅啦，即係即使自己好攰都好都唔會放棄啦。咁同時亦都令啟發咗我好多嘢嘅喺我學習上面，即係究竟我自己應該點樣向住自己嘅目標邁進啦。呢樣嘢咧，即係頭先都講到，即係俾人覺得好正常啦。唔識嗰啲又覺得你冇嘢，識嗰啲又覺得好似都唔記得咗你原來係視障咁樣。即係久而久之，人哋都唔覺得你有個問題，跟住俾到自己一種感覺，都即係慣性咗唔同人哋去分享問題嘅時候咧，就自己收收埋埋啊，死頂咁樣。咁可能即使有硬件上嘅幫助咧，咁、那個心入邊、心理上都未必係即係真係可以舒緩嗰種壓力出嚟啦。即係學業可能最直接影響嘅關鍵啦，自我嘅認同啦，嗰啲等等啲問題都可能會令到自己好淡。我最深刻嘅就係喺我中四嗰一年啦，咁因為即係覺得自己跟唔上進度啦。考試就可能會考得不好，咁就喺嗰個期間咧，就即係產生咗個想退學嘅念頭啦。讀落去咧，阿俊興咧就其實中四、中五嘅時候咧，啲課程一路加深咧，其實佢都有出現過咧，就係、是覺得真係難應付嘅情況。校政策裏邊嚟講咧，其實我哋咧就會鼓勵學生咧，就都係至少要讀兩個選修科，因為依個咧我哋考慮到咧。佢將來嗰個升學就業嘅前途方面咧，有一啲學校特別係大學嗰方面咧，其實有啲嘢真係需要讀兩個選修科。咁但係因為當時阿俊興嘅情況係比較特殊咧，咁所以咧我哋都特別咧都係即係再同佢研究包括同佢討論翻嗱，如果佢真係退休一個 X 嘅時候咧，佢將來嗰個升學，譬如話邊一啲學校或者邊一啲學系咧，其實佢可能咧就未必有嗰個機會去選修噶啦。咁變咗睇下佢自己咧退休咗嗰個部分嚟講咧，係唔係值得？咁就當然都好高興啦。咁可能亦都證明啦，其實依一個方法咧，亦都幫到佢。俊興咧就喺個DSE 裏邊咧，就考到個成績咧，係可以咧係Poly 嗰度咧就收咗佢。開始入到嚟中一咧，就有啲驚嘅，因為陌生啊嘛，同其他同學咁樣，跟住零零舍舍係你奇怪啲咁樣，又攞住抽嘢，其實係放大機嗰啲咁樣。跟住又喺度攞住部機喺度照黑板啊，或者照書咁樣，啲人就會覺得好奇怪咁樣。咁通常中一就即係比較新鮮，咁佢哋就好好奇，就會走過嚟問呢問路啊，搞呢搞路啊咁樣啦。咁嗰陣時就會比較即係尷尬啲啦，嗰個感受就。但係後屘熟咗啊，咁其實啲同學都可能覺得冇乜嘢啊。有時是要幫手的，但係都其實可以好似同一般人相處咁，即係好似正如你話齋咁樣，其實一般人都係睇唔出你有啲咩問題，唔識你嗰啲又睇唔出啦，甚至識你嗰啲玩熟咗又會唔記得咗你原來都係有個視障問題，咁所以都可以同你同正常人咁樣相處。我哋其實喺個整體學校嗰個嘅一啲我哋嘅學務上面嘅措施咧，其實嗰啲政策咧，都會提供一些彈性咧，係去配合翻阿俊興個需要嘅。咁所以咧就喺個調適上邊咧，我哋都會建議啲科任咧係可以考慮咧，就係有幾種形式去調節嘅。舉例嚟講啊，譬如話有時可能一啲係要透過睇，然之後書寫嘅。咁其實形式上咧，佢可能可以考慮嘅喎。譬如話會唔會轉咗一個口頭問嘅形式咧？可能我要做十條練習嘅。咁但係阿俊興其實可能咧，都喺同一個概念學完之後咧，其實可以喺個量裏邊咧減低少少。個大原則嚟講咧。都是希望首先一個科任由他的專業判斷看回那個調節，就第一不會影響到俊興在那個學習的主要內容上打折扣。
咁其實我哋啲同事咧亦都好幫忙嘅。咁我哋每一年咧都會係就住俊興嘅 case 咧，都會係有個case conference 嘅。咁就由佢嗰個測考嘅調適啊、功課啊、課程嘅調適啊，或者係去到係佢課室位置、流程嘅安排啊，咁我哋都會做一個討論同考慮啦。咁除此之外就係話，其實同事佢啲日常上堂，佢哋平時嘅觀察咧都好有用嘅。咁除咗同事之外咧，其實我哋工友都會合作，工友咧係即係幫我哋喺學校揾一張大嘅台，然之後咧幫我哋一張四隻腳咧係博高咗，再俾一張可以調校高低嘅凳。咁變咗就令到俊興日常個學習嘅時候就減輕咗頸同埋佢嗰個腰間嗰個承受嘅壓力啦。咁其實我覺得一啲好細微嘅地方其實都可以幫到佢。俊興睇嘢咧唔係用眼睇嘅，係用心去睇。佢好用心去感受每一個人。同學有問題嘅時候，佢會主動去幫助。正如佢遇上問題，同學都好樂意去幫佢。睇到佢行為啊、處事方面咧。很多时候都很积极很正面去面对的。遇到同学有不开心的时候他都会去鼓励同学。同学因此也感受到俊興真的关心自己的。我们除了会考虑到整体成绩去编班之外，我们都会特意安排俊興入那个班，其实都有一些他相熟可能帮开他的同学，变了他那个持续那个无论是学习或者是情绪交友各方面的照顧，其實希望做得好一點。我們就會有一個呢，就是特別的我們叫 discretionary 的位置，就是開給他的。如果譬如某個學科是40人的，但是俊興呢，如果我們安排他入讀那個學科的時候，那他會是第41個，既可以照顧到他的需要，二呢其實也都同時間呢就不會因此呢減低了其他同學揀到那個學科的那個機會。咁至於考試咧，就會放大個考卷啦。將個考試咧可能係分段啦。咁就會有獨立嘅監考嘅老師咧，就係去進行個監考。咁其實我哋依個都會有一個監考日誌咧，就一路去記錄住咧進行嗰個監考考試嗰個情況。咁我哋咧監考嘅老師就會係記低佢考試嗰陣時候會遇到啲咩問題嘅。咁我記得有一次咧，佢考數學咧就係監考老師觀察到咧，原來俊興睇計數機零同埋八字咧，原來係好難分辨得到嘅。咁佢會寫咗喺監考日誌度。我哋睇翻個記錄之後咧，咁我哋就問到，咦，原來會唔會我哋買一個發聲計數機俾阿俊興，其實對佢嚟講有一個比較大嘅幫助咧？公開試嗰方面咧，其實我哋都會咧。就是按住俊興的情況咧，喺適當時間就向考評局嗰度係去申請咧，就係一啲嘅調適措施，又或者咧可能係必要嘅情況之下咧，有一啲嘅試卷咧係可以考慮去豁免啊 exam 咁樣。咁呢一啲咧就係我哋睇咧喺個環境上邊咧，同埋個支援配套上邊咧，其實可以簡單花少少心思咧，其實都會幫到啊俊興係相當嘅。學校咧，關於特殊教育需要嘅專業培訓嘅發展方面咧，其實無論喺嗰個學習嘅層面咧，同埋可能喺個政策啊或者係環境支援嘅層面方面咧，都其實都需要咧有同事去認識，以至到咧知道點樣幫咧就一啲特殊教育需要嘅學生。其實我哋同事啦。學生啦、朋輩啦、工友啦、學校政策啦，其實我哋真係好似一幅砌圖咁，係一幅一幅拼合，先至可以拼合到一幅好靚嘅圖畫。想自己都能夠幫到人嘅，因為通常幫人咧，俾到一種感覺就係自己係強勢啲咁樣啦，唔想自己好似永遠都俾人覺得係弱者咁樣，所以依家都會想即係想做社工啦，向呢方面發展啦。學校唔係一個淨係學習嘅地方啦，咁學習其實一個好重要版嘅角色就係我哋能唔能夠提供到一個平等嘅機會俾學生，俾佢揾到自己嘅興趣，同埋就話可以發揮佢嘅潛能。Thank you.
眼前呢位舞姿翩翩、获奖无数嘅拉丁舞王，同埋呢位红豆豆、讲求纪律训练嘅童军，令你想起啲咩呢？会唔会系品学兼优嘅学生？有冇想过佢哋系一啲有学习困难、情绪行为有特殊需要嘅中学生呢？子旭由小学升上中学嘅时候，已经系一个有读写障碍嘅学生，但系佢妈咪话佢翻学翻得好开心、哦。因为有时佢翻到嚟咧，会成日讲学校啲老师点样同佢倾偈啊，咁样好似朋友咁咯。咁、啊、我见佢都好开心咯，好多老师都会同佢倾偈咯。係好似朋友咁咯，同埋校長又都好似朋友咁，係啊，咁佢翻嚟翻係好開心。究竟咩嘢令到子旭喜歡翻學呢？喺度讀咗四年啦，都咁諗翻起之前咧，就一入嚟學校嘅時候咧，就覺得有啲驚嘅，因為係新環境啊嘛。咁、但係學校俾咗個機會我，就係、是、一入學嘅時候，就因為佢知道我係跳舞嘅。咁就邀請咗我中一入學嘅時候就表演跳拉丁舞啦，感覺到即係學校俾我有更加多嘅自信啦。喺學校啲老師都好好嘅，咁就佢哋會見到我，例如考試成績跌咗喎，咁佢唔會話我嘅，佢只係走嚟關心我問究竟發生咩事，點解會跌咗啲成績嘅，有冇啲咩可以幫到你啊？唔會話學生與老師之間有一個隔膜嘅。咁另外學校都好好啦，例如圖書館裝修咁啦，俾咗一個好好嘅環境我哋去閱讀一啲課外書或者溫習啦，咁令到我哋有一個更加高嘅讀書氣氛咁咯。只要口中嘅老師係不惜花額外嘅時間幫助佢學習嘅，其實佢哋喺教學策略、課程和測考調適方面實在落了不少心思的。不如我們聽下教他中文科、西史科的邱老師老 Sir 的分享。我在教他的過程就觀察到他在認字、閱讀理解和朗讀方面的能力都是比其他同學仔稍遜的。太多的成語呢他不是記得很好、啊、所以呢我就將那個的默書那個範圍呢就縮窄了。在抄寫的工作方面呢也都是會比其他同學少一點的，著量呢是減少了他抄寫的次數。至於在閱讀理解方面呢，我就發現他閱讀文章很弱、啊、我就建議他呢要用間尺和熒光筆呢一邊去看那篇閱讀理解的時候就間低一些他覺得重要的句子，就希望可以縮窄他看的內容。至於在朗讀方面就會發現文字會一邊讀一邊飛起，所以我又建議他嘗試拿支筆每讀一隻字就指住一隻字一隻字指住來讀，亦都見到他是明顯是讀快了的。只要他們要照顧他們的需要，如果我整大段泛文式給他們，其實他們不會掌握到的，所以我就會將他拆細為不同的步驟，由引言啦、到正文點樣逐點去分啦，咁我都會咧好清楚俾你睇。咁都係睇完咧，易於去吸收。呢三份咧，其實都係日本史嘅筆記啦，唔會話寫得好密啊。即係因為咧，我哋呢啲有學習障礙嘅人咧，如果睇啲好密嘅字咧，啲字會跳嚟跳去啊。即係你可能睇緊上面嗰行嘅時候咧，就跳咗落下幾行之後就睇唔明。咁呢個咧就係、是、以一格格咁嘅形式去慢慢細分每一個細節，去話俾我哋聽究竟呢個位置又點做啊？呢度又點樣啊？之後慢慢去分析落去咯。一種嘅教學方法令到我喺其他科都有嘅其他嘅幫助嘅。通識要以一個客觀嘅角度去睇嘢噶嘛。咁我哋亦都要去做一啲嘅比較啦，咁從而我喺歷史科吸收到嘅嘢，亦都可以轉到通識科用到。除咗學習支援方面，喺班級經營，子旭都得到好多引導、鼓勵同埋幫助。
不如我哋先听一听今年做佢班主任嘅 Miss Tan 分享下同学究竟喺一个点样嘅氛围底下成长呢？我哋喺中四嘅班级经营里面咧，其实咧就着重两个 A 嘅。第一个咧系affirmation， 即系话咧对于学生嘅欣赏同埋肯定；而第二个咧就系 adoration， 系想同学仔咧学识佢点样去感恩啦，同埋去做回馈噶。咁咧佢哋都会定翻自己嘅目标嘅。咁你会见到啦，佢话all subjects pass， 佢所以想咧喺中四嘅时候咧所有科目都 都會可以合格的，同埋咧佢就想 happy every day， 每日都咁開心嘅。每個月都有每月之星噶，例如邊個同學最有禮貌啦，邊啲同學咧佢係最有責任感啦。咁而呢一個咧，我哋就喺班裏邊去揀啦。咁我哋咧透過呢啲嘅方法咧，讓同學咧佢都感受到其實學校咧好欣賞佢哋。輔導組亦都安排社工為同學定下咗生涯規劃。中四已經安排他們認識不同的行業，體驗不同職業的要求。青春夢生涯規劃工作坊呢，其實參加的同學呢主要是有九位啦，中四至中五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同學的。透過一個工作坊是令到同學呢去追尋自己的夢想啦，同埋規劃自己的未來的。工作坊的構思呢，其實就從他們自我探索開始的，令到這班同學呢能夠了解自己的性格啦、能力啦、同埋興趣啦，仲有咧，佢哋可以反思自己嘅人生目標同埋夢想，同埋了解認識自己嘅生命線譜啦。另一位主人翁袁永華就係加智中學嘅初中生，佢又有啲咩學習同埋情緒嘅需要呢？大家好，我是袁永华，我想同大家分享我中一至中二的转变。我中一的时候成日都会发脾气同讲粗口，又不尊重老师，试过不开心的时候跟同学打交，又试过在班房度掉台，亦都试过落到训辅室又掉烂了部电脑，所以个个同学都惊了我。永华在中一情绪行为方面已经不是太好，升上中二学期初更加大动干戈，曾经在训导室推冧啲台凳，完全控制不到情绪。原来他很怕吵的，于是学校立即为他举行了跨专业个案会议，成立跨专业团队，包括了辅导人员、社工和教育心理学家。当永华上课情绪失控的时候，他可以由辅导人员带到爱回家做一个小休。辅导组亦都为他安排个人成长计划，而最重要是按永华的兴趣参加了童军，遇上了生命導師明 Sir。 袁永華同學呢，他上年入嚟讀中一啦，有一次機緣巧合跟他傾偈啦，咁就邀請他入童軍。一開始我都有啲擔心嘅，一個唔係好識得控制自己嘅小朋友，去到野外嘅時候，那個危險性就會高咗好多。咁有幾個片段我幾深刻噶。就係咧，佢第一日翻嚟童軍嘅時候咧，係教佢去打繩結嘅。咁呢個小朋友佢好乖，坐喺度咧慢慢學，慢慢打。跟住我就同啲堂仔講啦：學咗咁耐就休息一下啦，不如大家落籃球場打籃球啦咁樣樣。咁啊，袁永華咧，佢就好正經咁同我講，佢話：阿 Sir， 我唔想玩啦，因為呢一版啲繩結我未學曬，我想繼續學埋佢。哇！我好震撼，我好震驚，竟然係出自佢把口。咁第二幕深印象嘅就係咧，佢正式做咗童軍啦，之後咧佢肯出去上班喎，佢唔係淨喺學校入邊玩喎，佢去總會嗰度咧上堂，然後咧就自己一個人去，冇同學仔陪佢都肯去。咁去到之後咧就完成咗個課節啦，攞咗張證書翻嚟，佢揸住張證書咧周圍同啲老師咧去俾啲老師睇，有佢袁永華個名喺張證書上面，佢好開心，佢好有滿足感，佢就周圍同人講：我有張證書啊，係我嘅名啊咁樣樣。可能對於很多的同學來說，證書可能由細都拿到大啦，但對於袁永華來說，這張證書很大很大很大的鼓勵。之後他慢慢改變了，慢慢都服從了。第三幕呢，步操基本班。這個基本班呢，我叫他報名之前呢，我都是有些擔心的，因為這個步操班呢個要求是很高很辛苦，加上天氣也都很熱，但是呢他上得很開心，他呢沒有發脾氣，他沒有說過話呢我要放棄，他一直咬緊牙關，他學不懂的呢他就朝朝早就再去練再去試，無論幾熱無論幾曬，最後呢他拿到了證書，他也都很開心。除了社交、情緒和行為方面正向支援方法之外，也都讓永華提升了自信，累積成功的經驗，建立朋輩的支援網絡。
同時亦都需要有藥物嘅支援嘅。喺呢方面，學校安排社工充分表現咗家校合作嘅支援策略。永華咧，由於佢有啲嘅情緒需要啦，咁所以咧，其實佢係需要去定期做啲嘅復診同埋食藥嘅情況嘅。屋企人即係爸爸啦，主要係咁就溝通咗，咁不如我陪佢同永華一齊去復診。喺個過程裏邊係希望俾永華一個支持，令到佢有個同行嘅感覺。咁第二咧就係、希望咧喺個過程裏邊咧同爸爸多啲嘅溝通。咁第三咧可以同翻醫生咧去反映翻阿永華喺屋企啦，同埋喺學校嗰個情緒狀況嘅。咁到後期咧，其實永華係都願意去食藥噶啦。咁亦都因為咁咧，其實永華個狀況咧係逐漸咧係穩定落嚟嘅。辅导组亦都安排教育心理学家同永华见面，不如我哋听下永华嘅改变。咁喺第二年，永华俾到我印象咧，就是、一个眼睛冇一个怨怼嘅眼神，而系咧换嚟一份咧即系自信嘅光彩。佢咧可以即系可以站起嚟，有自信咁同人讲啊，原来好多事佢能够做得到。佢亦都咧心理上高亦都趋向正面，唔会话觉得咧任何人好似迫害佢啊，或者对佢有任何嘅一啲不轨嘅企图咁样。有时候你好，你好，你好。有呢样嘢咧，我哋辅导组想麻烦你噶。好啊，好啊，讲啊。咁我哋咧会开展一个及早识别计划，就俾一班中一嘅同学，因为我哋会希望咧拗到佢哋一啲有学习困难嘅学生出嚟，交俾教心理学家去帮我哋即系做一个专业评估嘅。揾到几个学生咧都有学习障碍嘅，唔知道呢个计划咧令到你有啲咩嘅感受啊？咁样咧？喺我哋知道咗呢啲情况之后咧，好多时候咧我哋。從最初睇咧就唔明白佢嘅需要啦，咁後嚟同教育心理學家一齊開會啦，同家長開會啦，同埋其他班長一齊講嘢。喺過程裏邊咧，我哋學到一樣嘢就係、是，深入了解到佢哋嘅需要，無論喺佢智能啊，無論喺佢行為方面啦。咁對於我哋嚟講咧，就能夠調教到我哋嗰、那個進度啦、深淺啦，同埋我哋喺上課嘅過程裏邊咧，更加能夠咧係幫助到學生。以至於在我的教學的過程教學的內容方面都是有很大的幫助的、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計劃來的。子旭、永華是加智中學的一份子，除了他們，所有的加智學生都同樣在一種 5A 的關愛文化中孕育成長。我們學校很相信每一個人都是按神的形象來去創造，所以我們每一個的學生都是很尊貴，我們都相信每一個的生命其實是一粒的寶石，只是有待琢磨，有待去發掘。如果我們能夠幫助學生去發掘他自己裡面的生命的長處，他就會成為一粒燦爛光輝的寶石。所以我們學校一直去想著怎樣建構這個 5A 文化，藉著接納、欣賞、回饋、守禮和夢想，能夠去幫助學生去找得到自己生命裡面那種的光彩。加智中學每一個初中生都很喜歡愛回家，因為每年我們都會為中一學生安排愛回家成長計劃。愛回家的家字呢是有兩個意思的，第一個意思呢當然就是指我們學校家字中學的家字啦。我們很希望呢通過這個成長的計劃呢，能夠盡快地幫助到中一的學弟妹呢是適應中學的生活，更加希望呢能夠通過一些活動啦，令他呢是喜歡上學啦，還有是愉快學習，對學校呢有一個 好的歸屬感。另一個家字呢是家庭的家，這個呢是我們更加高的理想。我哋藉住亲子一分钟、宿营、毕业礼，令到父母同仔女嘅关系更加融洽。呢个活动系每年都会搞噶。点解搞呢一个中一成长计划呢？就系好似一个守门员咁，系一个有限嘅资源，关顾到每一年嘅中一生。六年之后，所有学生都系经我哋凑大嘅。可以话呢个活动咧，唔单止系全校参与，仲系好有延续性噶。从呢个活动之中，我哋仲识别到每一位学生嘅需要，从而安排到服务啦、个人成长计划、联系班主任、社工、家长、科任老师、学长，帮助到中一学弟妹度过困难，希望佢哋能够茁壮成长。
为到来年的爱回家，我们已经招收了学长，安排了领袖训练。中一罗亚方舟的迎新营，可以说学长都同样得到成长的。